有人说，会做梦说明你当晚睡觉的时候没有睡好，导致做梦。也有人说，做梦是和现实相对的，你做了什么梦，就暗示着现实中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是真的吗？有那么几种梦，会越做越衰，你知道吗？一起来看看吧。有时候，我们太过相信头脑，却忽略了自己的内心。塔罗牌就像一个深深了解我们的智者，指明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求，至于最后的选择权还是交给自己。所以改变命运的不是塔罗牌，而是你的选择和作为。作为占卜工具的塔罗牌像一盏指路明灯，让你看清自己生命的地图，知道会出现的多种可能性。占卜师把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告诉你，并根据占卜师的经验向你提出一些对你有帮助的建议。想要体验塔罗牌占卜的，可以关注并私信老师哦。